那其实相对来讲，它的难度是比较困难一点。一首歌有三个调性，所以啊，对，它有，所以我刚刚手来跑来跑去的就有点忙嘛，那、啊、也有点失误，就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那、啊、讲到这里，某一部动画里面就有几个女高中生啊，他们每天吃饭、吃茶、聊天，过得倒是不开心的。可是他们的歌也超级难，对，他们弹奏的歌都超级难。那什么动画？我想大家也不用，也应该都可以知道了。那 YouTube 上有个影片，就是一个第二季的 OP 叫做《Go Go Mania》，非常变态。我手搭起来一定非常的帅，对不对？不够变态，不好意思。好。那、虽然我们不是开这首歌，但我们是开的是好 ，OK 没有开，但是开 ED 总可以吧？哎、欸，大佐，没事。所以说我们的 ED 就是我们的抱歉，我们的这个开的下一首歌就是第二季的 ED， 没事。